从您的 Mac 检查 HP 印表机墨水或碳粉量。如果您想检查 HP 印表机上的墨水或碳粉量，您可以从印表机本身检查，或使用您的电脑进行检查。检查印表机上的墨水或碳粉量，多款 HP 印表机都会在控制面板上显示墨水和碳粉量，寻找墨滴图示、墨水夹图示、墨水量功能表或碳粉量指示灯。若为 HP Smart Tank 印表机，您可以在墨水槽视窗中目视检查印表机墨水量，确认墨水量位于最大填充线和最小填充线之间。若为 HP Laser Jet Tank 印表机，则使用印表机前部的碳粉量计检查碳粉量。当量计底部的长条稳定发光，并且碳粉量指示灯呈琥珀色闪烁，列印会停止，直到补充足够的碳粉为止。使用 HP Smart 应用程式检查墨水或碳粉量，您可以使用免费的 HP Smart 应用程式检查印表机中的墨水或碳粉量。如果您没有该应用程式，您可以从应用程式商店或 123.hp.com 取得。在您的 Mac 上开启 HP Smart 应用程式。如果您新增了多部印表机，请卷动至您想要检查墨水或碳粉量的印表机，估计的耗材量随即会显示在印表机影像旁，需稍等几分钟，电脑才会显示耗材量。在 Mac OS 设定功能表中检查墨水或碳粉量，在您的 Mac 上按一下聚光灯图示，然后搜寻并开启印表机和扫描器，在清单中选取您的印表机，然后按一下选项和耗材，按一下耗材量索引标签以检查墨水或碳粉量。